行健康操是五行青菜汤推广中心，会提倡每天运动一小时，所有药物不用服的健康新观念而设计，简单易学，轻松有劲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健康天天有进步。现在我们就开始来跳五行健康操。心情放轻松，两脚与肩同宽，两腿微曲，两手慢慢抬起，拍打天门，放羊花舞，分动作，齐天临摇。
身体健康免脂肪，爱听运动一小时，所有药物不用怕，阴阳调和开花结果无形调和健康快乐，阴阳调和开花结果无双人谈健康药，健康就是好，健康药全买不到，你若要健康来跳药是健康操，每天运动一小时，所有药物不用怕，每天早晚各一次，前摇后摆用正确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还何需要啊，换动作，四二三前摇
摇后摇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还何需要两分动作？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排山倒海分动作。每天早晚各一次，上下天天运动，二三四。